对方车站了，现在要出站，准备前往去搭车九份。1062号，前往九份老街了。到了，九份老街到了，这个是路口，你有看到路口了吗？走，我们准备进去出发。鬼怪特展，蛮超贵，我们买了菜波币。你这是先吃什么的？菜波币吗？我觉得哦，对，菜波币。哦，好满哦。嗯，好满的菜波币。皮薄馅多，皮薄馅多。咸绿豆。好，这个是咸绿豆口味的，来试看看。一口看看。哦，皮好 Q 哦。嗯。哎呦，好了，看一下内馅。哦，内馅绿豆饱满。超多人的，在排队，你看看。然后旁边这边是现做的，可以买没有煮过的回去用。
我们现在吃的是赖阿婆芋圆，来试试看，我点冰的。有 Q 吗？芋圆有哈 ，Q 弹 ，Q 弹，好看一下它的量。红豆、地瓜圆，还有紫色那个是超阿圆。好，好。天哪，他快要过来拿。